楼外楼，土豆周末秀，吓死一壶二窝头，土豆周末秀，刺绣纸巾天上有，土豆周末秀，烦恼忧愁抛脑后，土豆周末秀秀秀。大家好，又到了周五的土豆周末秀了。今天是6月13日，期待已久的巴西世界杯今天已经开幕了。虽然我们土豆周末秀没有梅西，没有 C 罗，没有内马尔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给各位带来快乐。尤其在各位球迷朋友们熬了一夜，还要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公司卖命的时候，快来点开我们的土豆周末秀，清醒一下吧。土豆周末秀。有一哥们儿，富二代，平时就开小跑车到工体那边，看着漂亮小女孩就让人上车，这小女孩就跟他走。哎，这事儿你信吗？两位？哎，美女，一个人吃点东西去，一起走吗？一起吃点夜宵去。想吃什么呀？你说吧。我说，我说了算。对啊。哦，那跟我走呗，行吗？去哪里啊？去吃饭啊。去哪里吃饭啊？你不说听我的吗？哎，妹妹，问你一问题啊。啊。你说，你上这车，我要是一坏人怎么办啊？是吗？我觉得你像好人。你觉得我像好人啊？对啊。我要真要是一坏蛋，你说我上这车，我刚才二话不说，我咵我就拉你走了，给你拉山区去，给你卖了，后怕吗？我觉得你不像这样的人。你觉得我不像这样的人？是啊。就是开好车的都是好人吗？那你平常在这边经常来这边玩吗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你平时遇到这种情况都会上车吗？自己的车。对啊，一个人又无聊，对不对？约个帅哥出去玩不好吗？嗯。美女，一个人啊，去哪儿？美女，我送你一段吧。我送你一段，美女。那好吧。美女，去哪儿啊？送你的。咱们吃夜宵去。走。走啊，去哪儿吃？你说去哪儿去哪儿？我说去哪儿去哪儿啊？自己人来玩啊？啊，自己玩，没人搭理。自己玩多没劲啊！这得不得带着男朋友来玩？没男朋友。没男朋友啊？没男朋友好办啊。对啊，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有缘肯定有缘，有缘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有缘。哎，妹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说，你说我要是坏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吗？我是一坏蛋，你敢上车吗？表哥在你在这，甭管坏不坏的，照样上。哎，你说平常经常这样，别人跟你搭讪说带你一段，你都上车吗？上啊，干嘛上啊？你没想过就没有出过什么危险吗？不怕他们都是坏人吗？哪那么多坏人，一起玩啊！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，我告诉你，像哥哥这种好人多得去了。是哥哥留个联系方式呗，哥哥记我的。美女，一个人啊，这么晚了，我送你一段，啊，走吧，送你一段，一起吃点东西，交个朋友。
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去哪儿。那就兜几圈呗，溜溜风。好。好吗？钱多大呀？20。20？哎，妹妹，我问你问题啊。你看着我像坏人吗？不像。不像坏人啊？我真是一坏人，给你拉走了，你不后怕啊？害怕呀。害怕你还上车？嗯。我感觉你像好人，所以。我为什么像好人啊？看着不像坏人啊。那你以后我还遇见我这样的，你还会上车吗？我看他长得什么样呀？我要是开一个 QQ， 你跟我走吗？我跟你走。为什么呀？QQ 这车太小了，我不喜欢。你喜欢什么车？我喜欢你这种。美女啊，一个人啊？一个人。方便一起吃点东西去？方便吗？去哪儿吃啊，美女？听你的。听我的。你想喜欢吃什么呀？随便。心情不好啊？还行吧。怎么了？跟哥哥说说，哥哥给你排忧解难一下啊。没有什么意思，没人陪着玩呗。哎，姑娘，你这上我车不怕我坏蛋啊？我觉得开这么好的车，人应该也不次吧。是吗？就是开好车都是好人是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但我觉得你的人品应该不差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看着就觉得有眼缘呗。我这要是开个 QQ， 你跟我走吗？不去了，我在刚脱下来。我要是不开这车，真的开破车，你这眼缘行也不走了。得看能不能伸根腿上。韩美女，一个人吗？去哪儿啊？送你一段。美女啊，一个人啊，送你一段，走走走。那谢谢了。一人来玩来了。啊。一人来玩啊。嗯。没朋友啊。我先走了。啊。我先回家了。先回家呀？家哪儿啊？送你一段。远啊。远吗？不远，过那个还拍上了，呵呵，拍上了。哎，美女，问你问题。你这不怕我坏蛋啊？你这上车就跟着我走了？怎么会啊？人家开这么好车能把我卖了呀？开这么好车的怎么就不会啊？啊？卖我干嘛呀？我还比你车贵呢。哎，我这要是美女，我要开 QQ， 你跟我走吗？那我该问你多少钱？当我黑车师傅了是吗？啊？怎么不走了呢？这待会给你送回家了，哪儿聊去？美女，去哪儿啊？送你们一段。美女，去哪儿啊？送你们一段。开好车你就不问，开好车就可以随便进入，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？在过去的一周里，又有源源不断的实验视频发到我们的投稿邮箱中，大家的积极性真是值得表扬啊！甚至有的朋友一天给我们发好几条视频。请问这位朋友，你是不是吃饭也实验，上课也实验，连睡觉都不忘实验啊？希望其他的朋友们也要向他学习，将身边的朋友都实验起来，让正能量发扬光大。吐槽幽默秀，这是我们工作室策划的一次快闪行动。我们在路上看见吸烟者就集体倒下，
希望这次行动警示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。不看幽默笑，地铁口怎么去啊？哎，大爷，打扰您一下，我问一下地铁站怎么走？地铁站。哎，你好，打扰您一下，问一下地铁站怎么走？哎，你好，打扰您一下，我问一下地铁站怎么走？地铁站怎么走？进站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快乐总是短暂的，本周土豆周末秀又要结束了。什么没看够？你没看够我也没办法呀，没看够你自个儿拍去啊。我们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你竟然没有投稿，你们好意思吗？希望能在下周五的土豆周末秀里看到你，你还有你的实验作品。土豆周末秀啊，有人问我夫妻之间啊，这个丈夫老是熬夜看球，那么妻子不高兴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那么妻子就去网上搜土豆周末秀，一直看，因为球才一个月，土豆周末有三个月，所以说咱们一定能够战胜所有的战火。